好了，听众朋友，现在空中好啊，转到福气来嘞节目嘅现场咯。今天系两百二号是神山线咯，来小介问大家是系两火龙果吼。头先讲到两火龙果啊，哦，佢嘅名咪当多种啊吼，好像啊，你最近是系啊，统一是种讲火龙果，可能大家是啲啦，准备讲恶劣下嘅，都得安排那种嘅奖项吼。不过呢，诶呢，农民种嘅品种有当多种可能吼，自家本身较好先呢种嘅，好两下呢，你转到节目。当中挑战啦吼，诶，反向提高啊，来老乡亲朋友来少解多的是，了解保两个，记住了解，因讲了解算是出了发包，什么？出发包，到了解开发期是二十年的时间，哦，二十年，诶，你贵家嘅一只果仓啊，来老大家来做一只少解，咁讲下就当奇怪咧吼，你啊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吼，嗰类就系你讲到了解少作为开发嘅俩。你全部烧解脱的，他熏透就会将你唔记得记得咯。你系用解释，你系佢系冇强壮嘅花呀？唔系，解蕊花系初暗部开脱的花。初暗部开脱，佢开脱是边样嘢？对，佢可以打开咯。系初暗部八点以后，佢就开始开。天天咧，天天慢慢打开咯。九点十点前就开当台哦，开当台。所以假使我看你阿火龙果嘅花。我暗部石头去看嘞，暗部了石，我去看一看一暗部天，出一暗部天，是一暗部天，所以我看人家保龄哥的反应是，我自家吼啊，可能还加到长帅啊吼，还可能看人家喺呢方面吼看到的，人家是系哦，头先人家反光太过讲到的，像你面眼太加的，人家保龄哥发，人家保龄哥发全部系像用白色的系么？嗯，还有其他的色么？黑风哎，嘿，发，嗯，就是这一颗，是黑两头，两撮，两撮，小口会风，我给小口给变，要熏它会风风，哎，假使是白色的，其实还唔会就臭的，这一颗可能是白的，哦，所以做的安样都是风，嘿，但是俩又还强，嗯哼，啊，风哎呢，它的果果花片，嘿。比较黄色一点点，哦，要带到的黄色，啊，差一点点啊。不过，佮色台体是差不多啦，吼。台体差不多。所以乡亲朋友做得上下吼，即系啊，假使讲 Andy 吼，你保养个人哦，你按部就班吼，大概九点十点过后，哇，你慢然哦，全部又开发嘅，大概用了。真紧嘞吼，你可能当到诶好翕相诶朋友会来翕相啦吼。还个呢啊，可能又当到朋友来到你家诶，两个农场诶朋友会上帐爱老俩发群下来翕相么？挺多朋友来到个。嗯，不爱翕相好么？我当红中做文章啦吼。你也看到诶，你啊咧，你蛮开心诶，开吧，当开嘅哈。贵人拍拍诶。贵人拍拍的吧，我真紧嘿，要是越来越热，是即是健康的状态类的，系安样先哦。好，所以讲到吼，多了解，你就安太偏的了解，保养个人的外都翕相，嗯，你真紧系当好嘅一只经验嚟哦。好，讲体了解，先从开发期来讲啦，吼，是二十年嘅一只时间咧。多了解开发期到，你讲打果子。好，果子打好安样啊？好，我记得你的时间过后哦，开发可以摘果。开发到采收哈，系气温过的时间，35天、35日是摘的。即发了下可以摘的，好像两类安样可以摘的。在35日，我35日是几多年？嘿，35日是摘的。它就温度温度的五啦时间呢，差不多是40米。哦，所以喊你看天气啦，吼，天气假是好热，吼，还是好热，假是天气好冷，温度五啦是二度了，有40米的哦。对对对。好，讲到了位啊，我想开发的这方面啦，吼，啊，了解对了解开发贵州一只果厂，你乡亲朋友应该大体是了解的，吼。那果实下来哦，我来请教你反向提高了，是。你自家了解种嘅了解火龙果嘅方式，吼，好像唔管系种咩东西，特生意有特生意嘅了解经验，吼，佢可能是渠道安样来种，吼，佢下好来，即讲，我采收各方面好利片，有啲人咧渠道讲，啊用冇强壮嘅方法来饲，可能你种嘅方法系用边来种？即种你啊种火龙果，即一般哈，在你推翻来讲哈，有人是用草生栽培。
是系唔是？朝圣栽培是毛秋草，毛秋草，毛秋草，将个配是标落去。嗯，贵人上草，朝圣栽培啊，现在是专门做有机栽培。朝圣老有机毛秋草哦，哈，爱国果然专门落有机肥，嗯，落到果然唔会上草，嘿。所以果然真强哩，安强咯，落到果然唔会上草，安样系正常嘅哈，啊，安样上起来就系果然嘅草唔会上出来，嘿，佢认为安尼有机肥啊，肥到多啊，嘿，冇该奶嘅种子冇法度出来，嘿，所以全部是大概佛两个做得十多几嘅大概应用，嘿嘿嘿，哦，系安样偏好，你阿姐讲系有机嘅方式嗬。嗰三下咧，一看啊吼，啲嘅要当多嘅位数吼，佢都种一个火龙果啊，做咩重新嘅落葡萄啫嘛，种葡萄嘅时节，唔系会搭一只棚啊吼，要两个染色嚟啊度吼，其实按用因太难起，吼太多两个慢染全部系，对对对，系一个一看下啲下相片来讲，一时发现呢度冇眼多嘅两个，你讲两个像按用太多慢染系吼，因呢个要假嘅冇，要两个假来。种嘅火龙果嘛，火龙果爱讲种嘅时阵咧，是遵照讲南普嘅师傅种嘅方法嚟种，也系用南普嘅先生来老你学嘅种，做嘅葡萄棚，罗丹因种葡萄嘅葡萄棚，佢嘅假做好以后，免当出门看，天冻都染色，天冻染色。本机上个胖档去哈，嗯，上胖档是都伫上头个档过了，嗯，上个档过呢，抽烟中了，天烟又摘咯，摘一些感觉我当冇摘，嗯，有的打的档过来，你手骨都唔落好摘，哦，真厉害啦，包括像讲，很美的眼前那肉体机，所以都想讲来试看啊，见到眼前全部让你肉体机。人前露体去，就被垂下来。所以我的果然的果个树系圆形的，两片的比下来，两片那样垂下来，哦，贵如贵如，像你下看到的嘞，哎，你下是露下露体嘞，你下已经露体嘞，还是蛮露体。嗯，我当过没有挑选，挑选那个是。错错错，你下看到的是露体嘞，已经露体嘞，露体嘞，露体。还要垂下来哈，垂下来，哎，垂下来来讲啊哈，对你都爱想讲爱种啦，爱照顾来讲哦，要下的片的哦。嗯，还有第一点，扎动自然，会扎动自然。嗯。第二点，要修剪动干蛋。嘿。爱扎，此人爱修剪，咪简单，系，唔会得个胖蛋嘅，剪都唔到哦。又养又养哈。啊，我最近哈，我才两年前又种，系改良式的架子。改良式的哈。我种还矮，可能上面没有哈。我种还矮，我我是种五尺半高型，嘿嘿，冇人能过，所以以后日下来是比下来。压到就变下来，所以咱要照顾很啊方便。心理贵重，因精力也多。嘿，那葡萄盘的精力呢？上面的你没有办法整理。错。从高就会卡腿。嘿哦。哈，比较不方便了哈。嘿嘿。人家设计用，挑到尾，唔是卡腿啊，您完全讲可以掌控到。嗯。按你的构图。嘿，好，唔过眼讲到啊，吼，要当多嘅啲啊，嘅用可能农作物来讲啦，吼，按到种种来讲，相反下，要到爱饲养用杂染嘅回收，吼，点讲啊？要面要来杂染就未见晒到热头咧，都像我看呢个全部按用垂下来，是按用一排一排咩，吼，啊一排一排按用来讲咧，吼，假使讲热头按用见晒，会有问题么？唔会。它就需要阳光，所以人家是摸两个人讲炸鸡没两问题，没有，没摸。好，也是讲到你讲，大概种了火龙果啊，吼，十七年前开始种到，是种，自己下种到两下了没？嘿嘿，
接下种稻咧下来讲啊吼，我想啊吼，可能品种各方面哈个你个了解种嘅方式啦吼，一开始挑下吼，提前年提前年接下你是用葡萄棚嘅架，咁问下来讲，即系你讲强日几吨系嘛？下水式，或者帮你吹下来，所以又到苗落去种露体系，露体系过后咧，你一下又下新嘅咯，下矮嘅咯，系如果矮嘅，好，咁你按样来讲啊吼。从你讲，你底下是冇有三种嘅品种哈，三种品种来讲，要哪种品种较适合，按样来种，哪种品种要较适合较新嘅方式来种么？嗯，都可以啊，哈。系。分国外的，只要它有阳光、有水分，哈、有空气，它都可以活。按样，你都不下。什么环境都可以。你讲用那个盆栽嘅方式来种，种得起来吗？种得。没种得了。我讲种一些哈，又种到盆栽，嘿，香烟果哈，香烟果啊，因为生会打嘞，嘿，那个盆还太脏哈，嘿，结果就打过了哈，嗯，打过一些农别的农展，嘿，或者是那个莲花剂呀，嗯，都会给我借去。哦，食落去讲，观众先来看啦，吼，一时间我都不下来，做得来种。诶，平镇市农会大夏洛神也有借钱。安样吼，好过啥咯？你给大概种，按讲火两个种安久嘞哦。你系自家是生烟种，也系讲不下烟种甜甜，也系讲啊，像烟讲刚安翻嘞咩吼，系要抢烟啊。你到底行烟的行用白去提分，算供应供各方面行用白去分。种好了本来是爱自家种，系爱自家种，自家是生烟咯。系你生烟种安多些，系你是全部自家做。嗯，但是哈，系圣山出来的东西，系我有专卖店。我用你专门爱心票。哦，爱滴嘞，你种新票来卖，嘿嘿嘿，哈，还是专门做安样来分工甜甜。我咧做红果是的，用几米扎扎转来，几米扎几多，算几多扎转来，扎转来一些暗扎，去包扎咯，全家速度，嘿，贵不贵？大家整理，嘿，大的小的分开来。好的坏的分开来，所以就代替那个等到吃饱吃饱热吃饱热以后哈，去做了都学做做做做哎，第二天早上都运出去了，运去专卖店去卖啦，或者是农会啦。专卖店还是都信不了，信不盖路，信不盖路哈。哎，好，所以信不盖路哈。中正路104哈。安样是信得到的啦，哈，你反向太高是夹夹好的。对老太家讲，炖来味好，好讲到了嘅，人哋火龙果啊，酸起来啊，喺做得哦，用白来食咧，吼，喺个呢啊，诶，啲嘅补笋来讲啊，人哋爱用白来补笋，要到年老一辈可能卖冻多啊，卖转移过后，人哋用白来病咧，点到问题，人家下阵个内墙反向提高，对老太家来讲到，先到两位来聊下咧。